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0号，游轮之旅十一天的最后一天，压轴来到米兰。那我们现在米兰绕一圈了哈，来，走，大家绕一圈哈，行。你看有没有可以捡到那个玉米粒，然后就可以喂了，他们就在这边喂了，没有？这个黑人在卖，哎，等一下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好，走。你看，来到整个米兰这边啊，都没有看到有人在戴那个口罩的，就可以知道了哈。你看要爬那个阶梯啊，我不懂。嗯，但是很漂亮啊，还可以上去，这样下来。可以看到米兰大教堂的一起，还有各国家不一样的人种啊、民族啊、肤色啊，嗯，走啦，绕一圈啊。等一下哦，像光线又不一样了哈，来走这边。